脸上一点都不哭呢？对呀，还耐心等待哟，小朋友们，没有挂着挂着就会砸到哦。都是过来人的经验知道。童子鸡腿，哇哦，我的妈呀，真香！偷尝一口很开心。青菜、土豆、香菇、胡萝卜、西葫芦、炒鸡蛋、饼。你现在吃个饼吧。鸡腿竟然被饼比下去了。这就是北方人对面食的执着，就差卷根葱了。鸡腿登场，那真香！哎呀，真的被这鸡腿香迷糊了，这快乐不就来了吗？是谁在咽口水？我不说。真真美味，软糖嫩嫩就好了。嗯，我懂，你懂，我懂。爸爸还挺上道，你给安排上了，蔬菜收尾。搞定收工。